第三十三题，铯、MnO 分别代表三种相异之元素。若下列为已平衡之化学反应方程式 ，Mn2 加 O 生成钾加 N2， 则依据道尔顿的原子说，钾的化学式为下列何者？道尔顿的原子说告诉我们，东西在物质在发生化学反应的时候，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组合，其种类跟数目没有发生改变。我们看到这个前面有一个 N2， 后面有一个 N2， 那么这个叫做原子的种类跟数目不变，所以这 N2 就不用了。那我们看到前面有个 M， 这里有个 O， 那么所以后面就一定还要有个 M， 还有个 O， 那么现在只剩下钾了，所以钾就应该是 MO。 所以呢，我们第33题的答案呢，要选择的 C 是 MO， 钾的化学式可能应该为下列何者？答案选 C，MO。